我们现在到札幌市区了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车子停在饭店，就是后面那一栋王子饭店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李小璐那边逛一逛，然后逛完之后我们会吃一间螃蟹火锅。对，这间是我们来的北海道几次，然后都觉得想要去吃，可是却花不下去。对，好，然后这一次比较多人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吃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里面啊，他一走进来，就一个大池子，里面都是螃蟹耶。我们刚才外面也是看到有另外一个大池子，很多螃蟹啊。对，别家的，你看，不是同一家的。同一家的。好多螃蟹、哦。然后这还有海水池。嗯。来这里的话呢，要点餐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桌要选一种，只能选一种，对，每个人都是要选，大家要选一样的。是太多人才会选，太多人，是太多人，少部分的人可以各自点各自的，可是如果十个人太大桌的话，他就会规定只能点一个套餐。哦，它是最贵的等级的才有那个帝王蟹，所以我们都是一般蟹。螃蟹，然后我点的这个三号呢，它是有个生鱼片，然后还有生的螃蟹，好好吃啊！嗯，这好吃啊！嗯，这才是螃蟹嘛！嘟嘟嘟嘟，我来试试看，它这个是生的。哦，好嫩啊，软软的。吃了以后有点水碗，我们最碗吧。你们早上去哪里啊？这里很方便。哦，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我吃的有点不一样，那我这个不是我的。嗯，很好吃。很好吃。哇，他还在帮忙煮哎。然后他上的那一盘呢，是你们三个人吃火锅的。好吃。哇，那个滚！要吃这个，这边有干贝，有虾子，然后应该是鲍鱼。嗯。虾子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喜欢喝什么啦 ？Number three。three。Yeah， number three。三号这个是什么？可以，可以用小当家的那个背景。看看。还有螃蟹，好多哦！哎，这是用烤的德语，其实是用烤的。先生，中午真的是不应该吃那个东西。这到底是要干嘛？是炸的吗？对。这个烤的比较好吃。有差啊、哦？嗯。有硬硬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有硬，不会干干的。嗯。有啊，赶快来吃吧。好啊，我连我这些东西都还没吃完，它分量算蛮多的。我这样点这样一份是8000还是9000？你的很便宜，对，9000多。嗯，你的比较便宜，好像是7000还是8000多这样子。嗯，这烤烤螃蟹，这才是烤螃蟹。嗯，这很好吃。而且这个一吃，它就会有一个烤的味道。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都没有烤的味道。我觉得中午吃那是冷冻的烤螃蟹。那是冷冻螃蟹加热了，冷冻的再去烤。我觉得我都不知道它有没有烤，而且这很好吃，它真的是烤的很好，然后所以一波就这样干干净净。所以这个螃蟹应该就是在楼下那边有那个直接捞起来。我刚刚对，刚刚才跟他 say hi。哎，你们那个煮的螃蟹怎么样？也是很好吃，然后这个汤很好喝，海鲜味重。哎，真的，我也想喝喝看。你这个螃蟹好厉害哦，它壳是透明的哎。而且你看，这块感觉就很好吃。你哇，很赞！我觉得我们这样点这样子，一对这样点这样子还不错。因为这样会刚刚好，对，就都可以吃的，都可以吃到。这个味道很不错、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什么蟹肉不是吗？也没有蟹肉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就会想买什么？不知道，真的很好吃的。炸物啦，嗯，炸物，蟹肉炸物。
我这有附碗味噌汤，喝看。味噌汤应该喝起来一般吧。味噌汤。味噌汤里还有螃蟹。到底要多少？螃蟹全餐哎。到底要多少螃蟹？嗯。哇，我已经吃饱啦。哦。好，大家来分一下，好饱啊！三号套餐还有这个，吃超饱的，超级无敌饱的。要讲一讲吗？哦，要讲一讲的锅巴哎，对，有螃蟹，牛是大牡丹，我看，你看有锅巴，哎，好香哦。嗯，看，好饱，远远就闻得到了，超多的，好香哦。吃一口，他们也有对不对？他们有啊，每一桌都有。哇，他要煮粥还用很多料哎，他有生蛋黄，我以为只是把饭丢进去而已。哇，这个饭又值得吃了。好，我比较挑嘴。对，你一喝然后就把这个摔破，说好喝，请给分。嗯，好 ，OK。我有什么选择吗？你有选择不 OK 啊？那不 OK 还能改什么？哦、OK ，好喝。他这样压力好大啊、哦！超大，跟那个在切鸭子一样。点火锅的，然后他把后面的火锅汤煮成粥，他还有加鸡蛋下去煮一煮，然后你看他现在变成这样，好漂亮的样子、哦，对，亮晶晶的耶，要吃一口，好。我要吃。Sorry， 你的没关系没关系。我要吃。好，很能。哎、欸，他这个煮的像滑蛋一样的感觉，很顺哎、欸，很好吃哦。嗯，你看。但它可能主要是蛋黄，很好吃，很香。这吃饭是在你吃很饱的时候，然后再吃，还是会想要再吃下去？还是觉得很好吃。嘿，它有一个味道很香，海鲜。嗯，可是它的味道比刚刚我单喝那个汤的味道又再多了一点。嗯、很好吃哎。嗯，就其实超饱的。很好吃。嗯嗯。有格有格。还没有录甜点，你的就吃完了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。嗯，在最后呢，它有附这个酸奶。对，有个、嗯、算蛮好吃的。好吃吗？嗯，这应该没放虾子了，没有放螃蟹，也是蛮甜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好饱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完了，这间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嗯，我觉得这间呢有抚慰到我今天中午踩到雷的心情。对，而且它不管是蒸的，它不管是水煮的，或者是烤的，或者是粥，都很好吃。其实就是你吃的很饱之后，再吃它最后一道菜，还是觉得很好吃。对，就是非常的多，我吃的很饱。对，但是我们两个人这样吃下来是17,000日币，我觉得 OK 啦，一个很好吃的一个。螃蟹料理我觉得很 OK 的，而且它螃蟹就是不是说只给你一份，它给你好多种的螃蟹，对，让你吃不完，对，好吃。在便利商店买东西用现金的时候，因为有很多矿也可以投在里面，你就无脑的把它丢下去，无脑把它丢下去之后呢，他就跟你说你还差多少钱，还是够了。就我现在时间呢是11:30，我们吃完饭逛完街，然后基安殿堂实在是太好逛，太多东西买了。我们在那里就本来想说半小时应该够吧，然后结果不够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很多东西，然后要试穿啊，干嘛？然后还有要排队退税结账。重点是，哎呦，重点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没 check in， 对，超夸张的。然后我们先要走回饭店 check in， 对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了，晚安了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可能会继续逛街。对，我们家就回我们饭店泡个温泉，然后可能会继续逛街，然后明天早上起来看我们要不要去市场吃早餐。对，可以，晚安。小皮，你要跟大家说晚安吗？说一下嘛。你说个晚安。
你要说这支舞，他其实很想录。你总结一下，就是有点。老板，你说这支，你要不要跳一支舞啊？可以跳，你这边练很久了。哎，你有跟 Amber 姐姐一起跳舞？